一般像这种爱气球的衣服，出门前我都会用这种去球器处理一下，不然再贵的衣服呀都显得没档次。不剪辑别眨眼啊，看就是这么好使，还是充电的，穿毛衣、大衣、卫衣、打底裤都得备一个，能用好多年呢。买回了19.9一个，咱大爷看看。它这个品牌叫自高，说明书、生产厂压资质都没问题，还送了2副替换的刀片啊，一个小毛刷，然后它这个是充电的，这个位置可以扭开，这是开关，哇，动力挺足啊，咱直接开车。咱先踢个起球的袜子啊，看着袜子起全是球，踢一下试试啊。哎，可以啊，你看这块，再来一下，确实是干净了啊。咱再踢个起球的衣服试一下啊！我的天，这效果可以啊，而且没有损害衣服。再踢一下这件衣服啊，啊，效果确实不错。再踢一下这个衣服啊，对比一下踢过的和没踢过的，确实蛮好用的。然后他踢完的毛球都收集在这里。用毛刷往外刷一刷，这毛球修剪器给打错了，确实挺好用啊，但是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不要使劲去按，就轻轻地在上面来回扫就可以了，可以推荐。